TF 家族三代练习生问卷调查。然后刚拿到你们这个练习生问卷，然后才从那个陈天润开始聊。最有偶像包袱的人，你写的是什么？乱写，我不知道写啥。当时在那个屋子里只有我和朱星，我就看了他一眼就往写啊。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最没有偶像包袱的人写的宋雨坤。仲宇坤，对不起对不起，不说人的错误，对不起你把我写在那一行就算了，对不起错了，对不起错了，我们对不起。然后接下来呢，做各个人信心号。因为我思来想去，我想了一圈，发现只有孙浩一般欺负我欺负的最少。哦，原来是这样啊！朱星也欺负你。主要是看着挺怪的。主要是看着挺怪的。什么什么什么？最近看起来挺怪的。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我应该没有。太自信了吧？我这个说不定可能是黑太多，我想不起来了。啥吗你？对，那你岂不是经常见到你的偶像？也不算经常吧，见了几次。但是这种进去同一个公司当同事，是偶像的感觉吗？爽。然后最喜欢撒娇的人写的张泽宇。所以张泽宇经常对你撒娇。就，哎呀，就平时有东西吃的时候，张泽宇就会说：“哎，给我来一个嘛。”然后你不说那，哎，给我来一个嘛。有空吗？你要问他的语气，来模仿。那你进去，模仿不来。来，你现在给他发一个。没有撒，没有。撒娇也分有效撒娇和无效撒娇。挺有效，无效，挺有效的。啊哈，啊啊。这撒娇的人张子。你我儿子这个群吗？他不改改了，他可以改啊，可以改啊。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可以改？不知道。可以改啊。冒着死亡的风险改。为什么喜欢这个好大？因为张吉扛揍。啊，因为张吉都是大家的爹，所以说就用来做我的儿吧。最相爱相杀人私信号。哦，说你们怎么相爱，再看你们怎么相杀。平常经常逗对方，然后经常打闹，但是啊，他平常天天。就是比较喜欢模仿我的一些东西，嗯，李泰森，但其实你也打不过。看一下张国宇，现在目标把牙换完，还有一半，一半没长，最后一颗牙还有一半，差不多。然后练习生中最娇气的人是谁？算是好朋友，对我们因为都是住宿舍的。所以你的青春期的烦恼都跟别人说吗？青春期的烦恼？对呀，写了好几个。我写了好几个吗？这么多烦恼。啊，不是，不是，对，哦，对，书面我想工整一点，但是没想到他碰了我一下。你好细皮啊，我以为是工整的手。没有没有没有啊！哎呀，没有没有没有。相爱相杀，把相爱划掉了。嗯。然后最相杀的人是张子。哦。怎么说呢？就是就可能平时玩游戏，就是可能会针对一下。那叫一下，针对不赢啊。不是真的朱星们，朱星也行，不是真的朱星们。最想让他做的人也想是比较沉稳，看起来和蔼可亲，看起来，不，你这个词就不像形容哥哥了，德高望重，形容父亲。最想删掉的下次应该没有下一次了，我觉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了。这到底有没有人吃饭？不知道的。下一个张俊豪的，然后张俊豪的一个特长就是吸。啊？翘腿。翘腿。翘臀。他不会写臀。我突然忘了写臀。不是，文化人的错误，文化人的错误。这怎么发生？胯骨，哎，我这个也不好说呀，这个。
然后他天天跳舞，看我唱舞蹈课的时候，他就那个对着镜子看自己。没有了，没有了，不行，不行，那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谁最纯粹跳的，他挺行的。因为我们两个平时玩的比较好。愤怒底线就是，只要一随便一坐，然后就碰到他的愤怒底线，对，然后呢就开始泰森模式，碰他一下就泰森模式。我现在有可能不行，现在不行，他肯定不会施展出来。要么就是怎么？对，因为镜头，然后他进洗，场地太小了，场地太小，不够他放开。哇！没有像包袱的人学口语。对，是这样的。之前我听说一个事情，他在楼下。很多人嘛，然后就直接叫老师的名字啊，在那儿吼，然后我就听、刚好听到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吧？没必要，兄弟，真没必要。是没有的爸爸，是有点那个。哈哈哈哈哈！想让他做爸爸的人，啊，是不是写错了？不是，我改了，我改成爸爸了。是写了个飞哥。飞哥，飞哥，好爸爸。太牛了呀！德高望重，德高望重。是呀。出水也挺行的，就可以这样。二一，开始。我觉得这个题目就是不太好回答，觉得相爱相杀这个词就不太好。他觉得相爱。那谁跟你相杀？全员。全员。世界的敌人。最想让六个人说看情况。看情况。最想让六个人。他让你做他儿子。他挺可爱，他挺可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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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撒过吗？我撒过吗？哦，我撒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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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没给我拍个100，对，100，不够，冰冰冰冰，因为我学没多久，所以现在在练基本功，一点速度一点速度增加。那你可以临时表演加3实战演习。大。我觉得我还好。你？我觉得我一般都没什么偶像包袱，口也直，心也快，完事还挺直男的。然后你的专门里有一条如何战胜老鱼。啊？哈。战胜玉涵。就是在擂台上面怎么战胜玉涵？战胜玉涵。就等于如何战胜泰森。下面看一个担心的。哎，大家看你的上半脸解释一下。这个。那这是我的右半脸跟左半脸。不是亲嘴，侧颜。这是我的右半脸，绝没侧颜。然后给你用社交的人同因为我跟他差不多同龄，在一起挺久了。在一起，就是在一起，就遇到很久了。对，就是你不对劲，不对劲。最想让他做哥哥的人是谁？不是何心啊，对。他会怎么照顾你吗？啊，他不会照顾，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对我说什么的。最想让他做弟弟？我不敢。张弟。已经做我儿了，为什么何尝不能让他做弟？生辈儿，谁呀？啊，张俊豪。超级加倍，张俊豪啊！这个儿已经麻木了。张俊豪是新的，校友级的张哲宇。兄弟们，
喜欢的，我最喜欢的东西。对，我们仨其实都挺像的。小姐，对，无法对视。明白。他们俩都对过。明白。很难。对。很难。十次有可能。对。0.5次是，有那么一点点可能哈。十次有可能0.5次成功。那就20次有一次。他的长相。会不会老公就看了就不行？最娇贵的人是金浩。啊。我这个看得出来吗？我应该给他分享吧，我觉得。最有偶像包袱的人张子怡。啊。你应该是唯一一个写张子怡。我也能演你。因为他可能不写自己。我觉得他挺有的，他平时一些打扮。很时尚。对，很时尚。人家还有很 fashion。陈俊豪啊，有吗？擦过胶，经常没擦过胶。他其实挺乱写的，怎么说呢？就随时像儿子一样吧。大家都叫爸爸。因为他就他很感觉很傻，很傻还有什么不？你还有问题？他矛盾了，把他投出去，他什么不？小姐过的那个太尴尬了。我打开任督二脉，中央病夫的招牌，你被我一脚踢开，开始双面怪，哈哈哈。从那个麦克风的声音。然后你的头发上戴了一个头带，没有头带，就是头发太多了，因为头发有点太多了。然后那个是比例是比例把腿长的。没有啊，就是这么长。没然后我们看孙浩的，孙浩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萝卜大，他头，他想写明他的头发很稀少，是萝卜，不是很稀少吧？就是以后需要努力，要保护自己的每一根头发，珍惜自己的每一根头发，不要像这位人，因为头发太多了，在扯着玩儿。赵宇这个人。其实我觉得就是平常有时候就是他就是交流的可能就是比较多吧，然后呢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看东西的时候就是差不多看着同一样东西多漂亮。你俩认识的时候我觉得还应该还好吧，还好，不像张吉这样就很搞笑。对，张吉比如说主要是他平常很搞笑，然后一演戏的话一正经起来就感觉特别的格格不入。格格不入就是我不能正经，对吧？都是弟弟，都是弟弟，都是弟弟，一群弟弟。然后最想要的弟弟是谁演过来？啊啊，都是弟弟，都是弟弟。最想生的弟弟是陈宝林吗？哎，我看过。那变魔术吗？哦，他很小很小。那是我幼儿园汇报演出的时候。哦哦哦哦哦哦，又是同一个宿舍。然后你特别凡尔赛，你的那个青春期的搭档太快了。绝对是的，我一直想想。你在做梦吗？你在做梦吗？是那个，你变成一个星座，直接起飞。这些人的脊椎没有伸缩的，睡觉也很高。问一下小嗯，诚实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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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他199，他2米，毫米吗？你是不到十。最像的相亲人选好几位，我吗？刚才 S 啊？不是星星的，嗯，孙浩。SHX 有吗 ？S S 苏浩鑫 S 苏浩鑫 S 啊呀！先说怎么相爱，再说你得问题。我觉得你有问题，有大问题，有大问题。大家就是我今天安插的小孩。所以说，他们天天打，对日总天天打，不离手。我必须得澄清一下，我就那么挨你一下，你要给我6-7拳，我就那么挨你一下。但是你打我的时候，你还接上腿。不走，左航是那个，他是那个，先放松，然后啪，然后司机问你，哎，
之前他是这样的，之前是这样的。不是，这是。哈哈哈哈哈！陆志新是被你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歌中歌，歌中歌，弟中弟。我凭什么像你弟弟？凭什么像我哥？那为什么写给弟弟？给弟弟？嗯，他想翻身。凭什么像我弟弟？可以去回去。回去。张俊豪，张俊豪，张俊豪是你，我竟然也有这一期，先有这一期，啊，谢谢张吉，超级加分 ，nice。张少主写电影，然后我第一眼看到张俊豪，然后写。你是不是知道他自己下面这个是什么？他写什么了？他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写，他都不知道怎么写，杜兴浩、杜日新都不知道怎么写。哦哦哦哦！开启了啦！你才撩了三次，对，撩了三次。嘴巴还是那种，还是比较。他们做出表情包。而且还挑眉，还是动态表情包。太帅气了啦！